去到利物浦嘅。啱啱啦，嘗試入場啊，但系咧，check 完之後咧，發覺哦，原來有啲好大嘅袋係入唔到去嘅。咁啊，例如呢個啦，呢個咁嘅背囊啦，嗱呢個大細咧，佢已經唔俾你入去噶啦。所以咧，即係你入場睇波嘅話咧，即係利迷啦，利迷啦，因為呢個安菲路咁都可以留意一下嘅。停車場都有啲嘢。咁個袋最終點算啊？劈咗佢咯，講下笑啫。其實 Cop End 嘅出口對面咧，有間教堂啦，就專係俾你寄存一啲行李啊，或者大嘅袋咁樣。一個袋收費£5，比賽之後咧，90分鐘內要攞翻啊！球場對面啦，係有間酒吧係播睇波噶，即係啲買唔到飛嘅都可以喺度啦，享受球迷嘅氣氛。而家唱緊謝拉特嘅歌啊！全場歌詞添。踢完个闭门羹，放低个袋之后，今次真系可以入去啦 ！Go go go！ 依家啦，嚟到球场嘅餐厅嗰度食嘢啊，好多人，好多人，自助餐嗰只啦。
我已經冇播啦，但係我哋咧都將首歌完成埋佢啊！哇，準備開波啦！虽然费明路唔系正选啊，但一开波啦已经听到佢嘅主题曲啊，咁啊好似呼唤紧佢出嚟咁样。依家喺左路近住边线个底线对出十码左紧啦，十一、十二码咁啦。咁啊有个罚球喺处，罗伯臣咧将会主理嘅。咁啊佢右手中间已经争紧位噶啦，斩埋去争顶，哎呀，我即刻差啲顶到啊，做一步嘅泰洛明斯啊！咦，呢下争顶咧，又好似撞埋咗一嚿喎，佢两个。咁啊，啱啱争顶相撞嘅屈坚斯同埋云迪克咧，咁啊接受咗军医嘅治理啦。云迪克已经起翻身噶啦，咁屈坚斯啦都坐翻起身嘅，咁啊应该冇乜大碍啦。一睇到八分钟。對方第一個角球咁啊，防守嗰陣啦，我哋都佈滿掌聲嘅。阿士東維拉有個反攻啦，咁啊非常之流暢，咁製造到屈堅斯嘅半單刀機會。咁啊，江拿迪啦，用佢嘅速度向後追翻，追就追到啦，但係喺側後方啦，咁啊挨跌咗屈堅斯，咁啊仲要喺禁區裏邊，所以球證判咗十二碼。我见思自己搏翻嚟嘅十二码，自己处理翻。罗伯逊 block 到，由扶威弹翻出嚟 ，K 个位传中，远处走身后即刻蓝斯入波，作客嘅阿士东维拉领先一比零。呢下啦，阿洛面对前后夹击啦，其实都有啲唔知点算嘅。哎呀，啱啱咧，咁阿士东维拉攻咗一阵啦，咁又 second chance， 咁啊右边 K 个位斩埋去咧，咁俾远处即刻蓝斯摄到个吉位。在窄角度之下射个弹地波入网，利物浦，利物浦，唔紧要嘅，依家廿几分钟嘅，仲有时间追。身在另一边看台嘅阿士东维拉球迷啦，相当之兴奋，雀跃嗰只。角球啊，角球啊，啱啱右路一番小范围配合之下咧，咁啊轩达成个落底传中啦。有時都會拉右邊噶啦，咁啊又喺小禁區出少少傳中咧，咁啊雖然過秒，咁但係咧搏到對方個角球啊，羅伯臣佢斬嘅，外彎斬埋嚟，頂埋，哎呦，點解唔應啊？江南迪，艾利臣出到自己禁區頂啦，揾到翻嚟幫手嘅沙拿。咁迪尼都緊隨身後掹埋三個隻，咁球證又吹犯規。咁啊，現場有片噓聲嘅，咁啊當然唔係噓緊沙拿啦，而係噓緊對面啊，阿士東維拉啦。輪番有幾個球員啦，都倒地夾夾埋埋啦，都十分八分鐘。站在利米嘅角度，梗係覺得你喺度蹲時間啦。與此同時，一班球員都回到後備席那邊，聽教練講幾句先。利記這邊是連達斯，因為高普被人罰停賽。阿士東維拉又扶起罰球，開個地波直傳上去，好在艾利臣這一下攻位封得靚，出型非常及時。定亞斯左路諗住扔個反擊，但是受到兩三個人的招呼，總算扔到粒波出來。俾到加保中圈攞波，咁塞过去俾轩达神啦，偏右嘅位置
K 角位，咁四個人向前衝緊啦，斬埋去，哎呀高少少，你逆咗意味利安同馬天尼斯啊！馬天尼斯咧，次次攞親波都蹲翻十零秒啊，不論開龍門球啦，定係用手接到粒波，咁所以咧，次次佢攞親波，全場都佈滿噓聲。有路嘅傳中斬埋去，路易斯迪亞斯到啦，但係扣除差少少啫，應該係一兩個波位距離出界。亞洛界外球直接抌入右副位，沙拿拎到落嚟，去到入內線一射埋去，但係啦擺脱唔到三人嘅包夾啊，咁啊總算博到個右路嘅角球，俾到貼住右邊邊線嘅亞洛直接斬埋去，有啲弧度，四個人衝緊，但係利物浦冇人接應到啊！咁途中加保被泰朗明斯咧伸只手踭阻一阻住，咁但系未嚴重到去犯規嘅程度。遠距離罰球直接斬埋去，但系冇人接應啊！與此同時，球證亦都吹響半場雞，李記落後0-1。上半場兩邊都互有攻守啊，利物浦啦都有機會，但系唔係話非常入用。下半場睇下出到嚟啊，表現如何啦噃？雲迪克射完啦，又到哥拿迪射完，跟住到加保保中夠啦，1-1啊！我哋呢邊都有得 check 啊！哎呀！仲有機會，仲有機會。佢明明準備出場啦，哇！起身鼓掌係要。最後一次，靠你啦，費明路。米娜嘅替牽立神，最後一次主場都要靠你啦，米娜。加保拎个波上去，卡马拉铲到，但系李记依然 keep 住粒波。费明路俾住自己嘅右手边，艾利洛就嚟个斜直线，沙拿咁 K 个位推咗上去，单对单，但系咧都系过唔到对方啊！艾树你杨家用个脚争，将个波拎翻出嚟，但系沙拿咧依然好勤力攞翻粒波，谂住咧咁啊掂对方只脚出界啦，咁啊但系拎下剪住出翻嚟，阿洛谂住俾个右副位啦，但系个尺寸差少少喎。再接再厉啦！佢右边禁区边，沙拿前中，费明路啊！费明路入波扳平啊！落紧嚟，差唔多90分钟，真系靠你！快靠你！
明奴入波之后啦，利基士气大振，加布里亚逼到禁区边传中，马天尼斯手锤紧紧拍到嘅啫，差少少。即及蓝斯啦，即刻将波清出横边界外。利基右边 K 个位对出咗界外球，到詹士米拿斩上去，揾费明奴，但系高咗少少。保时咧已经超过10分钟啦，马天尼斯攞住波，咁啊等班队友慢慢上去啦。斩到去中圈前少少，咁中场一轮争夺，咁睇下啦，边个可以争到最后一击？争争下，球正吹完场鸡，两队踢成1-1。依家比赛就完咗啦。咁啊，利物浦同阿士东维拉打成1-1啦。咁啊，临尾啦，利物浦非常之薄，撑啲撑啲啦。差少少就可以反超前。最难忘嘅系最后一场，首先系最后一场嘅费明奴啦，入波，系啊，向紧我哋拍手掌，入波逼和，起码唔使输先。跟住一下俾阿士东维拉反攻嘅时候咧，咁啊詹士米拿搏晒老命嘅防守，亦都应记一功嘅。系啊，詹士米拿依家嚟到呢边。对咗啲拍手掌，咦？真系卡斯嚟嘅。马天尼斯嚟到中圈嘅时候，全场布满响声。佢哋贏波咧，贏世界盃咧，某程度上都係靠佢呢啲嘢嘅。咁啊，作為對手肯定好憎呢啲嘢。咁啊，對面嘅維拉球迷啦，都當然係要俾佢掌聲嘅，因為佢今場啦都包咗唔少嘅高波啊，高空波，非常之穩陣嘅表現，都要讚一讚嘅。意味兩度馬天尼斯世界盃冠軍嘅形象。告别礼之后，就系职球员同屋企人咧喺雁飞路共享天伦乐嘅时间。你依家见到艾利神一家人，除咗费明奴之外，仲有要送别嘅系詹士米拿。咁出咗名，佢系拼命三郎，佢专业态度喺草地内外啦，对于队波都有好大嘅影响力。仲有企喺禁区入少少嘅拿比基达，好有才华嘅一位球员，亦都祝佢潜藏感受。仲有喺禁区边抱紧 B B 嘅张柏伦，佢都将自己嘅高峰贡献咗俾利物浦。高普叔叔面对满途荆棘嘅球季，用尽千方百计令队波啦 keep 住个成绩 ，keep 住个表现。喺度，净系想同你讲声辛苦晒。
鬼命路，小弟由细个开始睇佢第一场比赛，去到依家亲身送别佢，非常之荣幸。还记得第一球入波系对住曼城，咁当然经典嘅仲有绝杀巴黎圣嘅伊门，喺世冠杯一战定江山。而最独特嘅就系 no look 夹球，仲有佢多变嘅发型，辫子头、波 back、金毛、乱毛都试过，仲有佢招牌嘅笑容同一排好白雪雪嘅牙齿。球场上踢法华丽而实际，无私嘅球员造就队友，造就球队。今日我哋都俾佢最隆重嘅送别。之旅亦都暂告一段落啦，一日游嚟嘅啫，其实系咁啊，仲有博物馆未睇啦，队波赢波未睇啦，队波攞冠军未睇啦，队波好多嘢都未睇啦，咁啊，迟啲再睇咯。系今次咧最重要、最独特嘅一样嘢，真系送别咗四位球星，四位功勋嘅球员，尤其佢。辉明路在他最后一战后备入场，后备骑兵上身入波，令到队波不用输。跟住值得一提，可能少啲人提啦，詹士米拿在几分钟之后，有一下维拉即刻蓝斯去到左路，其实爆到入去嘅。你知即刻蓝斯是非常爆得嘅，但系米拿搏晒路咩？一扑一碌都将个波捞翻埋嚟，呢个都应记一功。